用这四种方式和你聊天的女人已经是你的人了。聊天的过程中其实蕴含着很多感情信息，真心爱你的女人和你聊天的时候会非常积极，因为她想要融入你的世界，走进你的内心。别傻了，当女人用这四种方式和你聊天时，就说明她已经认定你了，已经是你的人了。一，说很多次再见才会真的结束对话。女人要是真的爱上你了，就会特别离不开你。她和你聊天的时候，一般不会主动和你说再见。当你和她说再见的时候，她嘴上说你去忙吧，但还是会跟你找话题，不想让你离开。所以每次聊天结束都要说很多次再见。二，你说一句话，她就能回你很多句话。如果女人经常找你聊天，不管你和她说什么，她都非常感兴趣。你说一句话，她就能回你很多句话，那么恭喜你，她已经爱上你了。因为只有真心爱你的女人，才会表现得这么积极，才愿意和你说这么多废话，还觉得很幸福。二，总是能迅速地回复你。不要以为她只是恰巧拿着手机，当女人迅速回复你消息的时候，就说明她很在意你。否则，即使她看到了你的信息，她也不会在第一时间回复你。因为女人对待不感兴趣的男人，通常都会选择性失明，哪怕你给她发一个红包，她都不会搭理你。四，会在聊天时向你倾诉。真心爱你的女人，情感上一定是依赖你的。他已经把你当做了他的依靠，所以才会主动跟你倾诉自己的心情。所以不要忽略找你倾诉的女人，虽然她没有直接对你表白，但她的心已经是你的了。她对你的感情已经体现在了她对你的依赖和信任之中。